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不点儿闪亮登场。大家好，观众姐姐，观众姐姐好，绿胖猫哥哥好，你好。大家好，我叫蓝雅涵，来自山城重庆，今年8岁了。我知道来的非常陆家爷只要亮出自己大能来，不过我今天这个大能来呀，估计可能镇不住那些嘉宾。不妨说出来先听听嘛。我的大能来是看谁腿最直。我这个四川话，我这个听力还可以啊，就是说我翻译一下，就看谁腿最直。对，是吗？我这腿也不太弯吧。这么看也还行，就是有点粗。他没比粗，他比的是直。哎，我觉得我应该能比腿直，还能比腿长不长吧。反正现在大家听到咱宝贝儿说这个以后啊，好像有点简直终于看到一软柿子，现在都要可劲儿捏的。是是，还不仅敢比这个，还敢比那个。哎，这样哈，咱们口说无凭。你真的敢上来比试比试？这一比才能知道能不能比过我们宝贝，是不是啊？对。有敢上来的吗？谁敢上来？你选，你觉得选谁？他包说。我觉得。投了。我觉得杨开哥哥最适合。杨开哥。让我来啊。哎。我觉得这个主意们还是老乡，我觉得特别的好，对对特别好。欢迎杨凯哥哥，对，好。小凤，你知道咱们杨凯哥哥的来头吗？晓得，杨凯哥哥是四川人噻，是这就是街舞第3季总冠军，还上了2021年央视网络春晚。我在电视上看过杨凯哥哥。原来你是了解杨凯哥哥的这个背景的是吧？你还敢挑战他，那你胆子真的是不小啊，孩子啊。那说说看你这腿直到底怎么比呀？比腿直不直是那样子的，看我的。哇，哦，原来是这样，我们刚才都没有问清楚。哎，方叔，您现在还想上来挑战一下？我庆幸我没上。哎呀，幸好我觉得这事儿，我觉得你是欺负小孩，您可以来挑战一下。哎，不，这事儿我觉得就派一个代表就行了，就杨凯就行了，是吧？关键时刻还把你出卖了，杨凯你就代表我们仨。我以为他是那个腿直，不是这个腿直的。那这动作咱能做吗？实话实说，感觉有点，弄得我现在有点尴尬。有点尴尬。我们有展示一些腿快啊，或者是腿的一些变化。对，反正跟腿有关的哈。咱们比不了时咱就比快，这是对的，这思路是没的。让我来了。好厉害，但是这个不算。真的跑题了啊。这叫所答非所问啊，你的所展示非所比。因为杨凯哥哥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不要我觉得让人家来了一次就觉得这个下次就不好意思再来了，降低点难度好不好？给他有问题噻，老乡何苦难为老乡呀？我知道杨凯哥哥平时跳街舞特别厉害，给啥子音乐都能跳得出街舞来。今天我也准备了段音乐，我两个能不能再来比一段啊？换一首跟街舞没有关系的音乐，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哇哦，就是说不比腿直不直吧，一时半会儿真练不成，就即兴，咱就比跳舞是吧？对，放段音乐，放音乐，你跳你的，他跳他的，这个公平，对吧？哦，同时跳，对，哦，那好吧，这就开始了。醒了春天的梦，就像那孔雀般平凡。啊，把骄傲的笑弯了腰，啊，把为他乐开了怀。啊，咱的好妈妈这来烧着端，哎，外撒楼，哎，外撒楼。啊。哎，我终于知道什么叫以柔克刚了。真的是
这我们街舞的这个力度啊，就在这首舞蹈乐曲当中，似乎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哈。对，特别是在他的面前，我都不好意思跳了。我们凯哥刚才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么舒缓的音乐让杨凯跳，也确实有点难为他了啊。哎，对，就这样，宝贝，那个姐姐说一个公平点的话哈。哎，人家街舞那个音乐啊，只是就讲究是外国音乐用的比较多。对，那倒是。就是说，你既然说想让人家心服口服呢，咱们就得公平一点，哎、你觉得呢？好不好？咱就来个国际范儿的音乐，好不好？啊。虽然两个舞是舞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各有各的味道，而且关键是他在那些特别的点节奏点上刚好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的衬托，特别舒服。对，而且他在正面的时候雨在反面，就是画面也特别好看。像这样的这种印度舞的音乐以前跳过很愿意尝试的，包括之前跟一个新疆的一个舞者代表跳的是街舞与新疆舞的一个结合，然后包括还有更多的中国元素，中国的一些功夫的那种舞蹈，然后把 breaking 的这种方式去结合于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哎，很有意思的。这个、听起来很，任你给我来一段吧，先试一下哈。哎，好，来来来。比到底谁腿直哈、啊，让我们这个杨凯哥哥生发了很多这种创意、交流、思维和交流哈、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收获，是不是？接下来咱还继续比吗？你觉得？可以。啊，可以。还要比啊？还要比什么？那我们再比个简单点的，我们比唱歌得不得行？比唱。我觉得让我能不能回去休息一下？嗯，真的。嗯。那我真的走了。见好就收，谢谢杨凯，谢谢。哎，你为什么在四位嘉宾老师当中唯独挑选了杨凯哥哥进行比试呢？因为我知道杨凯哥哥是一名街舞老师，我长大的梦想也是当一名老师，像杨凯哥哥一样优秀的老师。刚才跟他比试，主要是想让他考察一下我当一名老师够不够合格。哦，这样，就像我刚才看到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比腿高的那个基本功，就能让我看得出来，他的一个对待舞蹈、对待自己这个梦想，就是真的是去追随他。我相信他以后绝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所以加油，宝贝，向着你既定的方向、目标努力奋斗，好吗？我们期待着你梦想成真的那一天。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歌唱功底，好不好？好，准备好，马上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
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心是幸福，以至于我雅涵是人家跳舞，舞姿优美，神韵十足，唱起歌来那是歌声动听啊，尤其是他这个志向，说未来想当一名老师教书育人，哎呀，我觉得特别让我的佩服，希望以后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加油。大家对我们这个能歌善舞的美丽小姑娘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加油，祝你明天更美好。下面呢就请我们的雅涵去迈着自信的步伐领取你的非常少年杯。